这个呢叫做文字蒙太奇。你记得以前我们做过那个叫做什么图片的蒙太奇吗？对不对？好、哦、用多张金层，那这个呢是文字蒙太奇。那么其实有很多的，我最近有找，就找到很多，但绝大多数都不支援中文。那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有支援中文，但是各位你可能要注意一下，当然呢你到这个网址的时候呢，它可能会要求你安装一个，安装什么呢？ Silverlight。 诶，平常都按右键是不是都是安装，都是 search， 有没有？那怎么突然出现一个荧光？有没有？ Silver 是银色啊， Light 这个呢事实上就是微软的，微软他看到 search 这么红，他也想要怎么样进来搅和一下，所以呢他也推出了跟 search 类似的那种动画的好程式，那它称作 Silverlight。 这个网站呢刚好是利用这个方式完成的，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，如果外面你来到这个网站你看不到的话呢，它在当然你进来呢在这边会有一个 Please Install， 好，这里会有一个红色小小字 Please Install， 你就把它按下去就好了，那它就会要求你说要把那个下载什么东西，你就下载一下。好，那你装完之后呢，你的浏览器要把它关掉再重新打开，浏览器就好了，电脑不要重开啊。好，那就可以进来，好吧？那这个网址在这边你可以抄一下，或者是你待会到我的部落格找也可以来看一下在哪里。texedo.com 3w.thexedo.com 这样 OK 了吗？好，如果没有你就到我的部落格找一下哈，你就打树老师第一篇就是了。好，那你连过去呢你可以看一下，那么你待会呢进入之后呢会到这边来，会第一个会先进到这边。好，在部落格上有讲，这边下面你有几种方法哈。第一个呢就是你从这边直接打你想要产生的网址，好，产生的网址。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网址的话也没有关系，你就直接按这个 create 也可以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那这里有一些形状哈，形状啊，还有它的文字的方向、字形啊，啊，你如果都不在这边决定也没有关系，进去之后还可以再改，对吧？这里有 create， 你可以直接从这边进来，它就进到这边了，这样也可以。那你就去找找看，好，现在进来的，你就去找找看你要的文字或者网址。啊，网址哈，那在哪边哈？那因为我们学校用的这个编码是 BigByte 繁体中文，所以它不支援，所以我只好用数字文字的。啊，你用数字文字也是可以啊，哈，也是可以的。我们学校有什么东西比较不一样吗？国贸科。好。假设我扣这个也可以啊，哈，你看把它复制起来。好，那怎么找进去？你看左手边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做 Node？ 载入这里，哈，你可以去按一下。好，你按一下呢，你可以直接从这边把这个网址把它贴进去 ，Ctrl 加 V 贴进去就好了，把它送出去。那它就根据你的这个字呢来产生新的，产生新的这个文字效果，有没有？那这个呢形状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就是在 shape 这边啊，选 shape 这边你可以选择你要什么形状，猫，它就变成猫给你看。这样你了解了。好，那最后呢如果你觉得你做完了，好，这边我们刚刚讲过，这边还有你的形状，还有那个 layout 啊，哈，这边你可以找。那如果你做完了，你可以从这边有一个 save， 好，从这里来，哈，这里也有，我这个格上写的比较清楚，我把每个大致上的功能，哈，把它写一下。那所以你如果做好之后，你可以从这边存档。你看呢，它在这边4MP 就是400万像素。好，那 16MP 当然就1600万，这样了解了。不过我不知道这边的 16MP 能不能存得下来，我家里面是只能存到这里。啊，所以这里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存得下来。
你点一下它就出现下载的画面了。这样这一张呢你就会把它存下来。啊，所以我想有些时候啦，如果你刚才有就用到的也可以试看看，啊，现在存下就 OK， 你就可以拿来用。好，那我就把画面还给各位咯，你可以再玩看看。